宝贝们。因为本所于今日26号上午十点十五分，破报在宜兰县南澳北溪，就是碧后温泉下游1公里处，发生一件溺水意外事故。警消获报后，到场了解，系为一行九人，结伴前往碧后温泉从事重气式橡皮艇戏水活动，其中一名黄姓当事人，59年次。于活动的过程当中不慎翻船，导致意外落水，经消防分队送往苏澳荣民医院抢救，仍宣告不治。因此本分局呼吁，夏季为民众戏水的旺季，民众切勿任意前往危险水域戏水，以确保自身安全，避免憾事再次发生。